鹿港五早味煎堆和什么故事有关？彰化鹿港会在端午节吃圆饼状的古早味煎堆，这个传统习俗与什么故事有关呢？那圆饼就好像一个锅盖一样，不太可能是后羿收射日，后羿射日比较偏向太阳饼之类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说后羿射日是太阳饼啊？从到我吃太阳饼吃了30年，我也没听过跟后羿射日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